Hello， 大家好，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 Johnny， 欢迎收听 Vigo FM 歪果电台，这里是由歪果电音趴推出的全新节目 DJ 情报局。每周呢，我们都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当下最火的、最有料的 DJ 啊，带你一起了解一下百大 DJ 的台前幕后。电台前的小耳朵们，也不要忘记了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最喜欢的 DJ， 如果你足够幸运被我们翻牌了，那下一期节目里出现的就会是他哦。 如果你要问我当下最炸的 DJ 组合，我的回答一定是 WNW， 他们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这对来自电音王国荷兰的王炸双子星啊，常年排在全球百大 DJ 榜前20名，凭借口碑炸裂的现场以及对电子音乐独到理解啊，在全世界呢吸引了无数的粉丝。然而在国内呢 ，WNW 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啊，居然是陌生的，非常冷门啊。 那么今天的 DJ 情报局呢，就为你好好介绍一下这一对热单制造机 WNW。 WNW 这个名字呢，源于组员 William Van Hanegem 和 Ward van der Harst 名字的开头字母。一旦陷入了王炸的音乐啊，你将很难脱离出来。他们凭借作品的多样性以及巨大的号召力啊，俘获了全世界众多粉丝的心。 不论是与硬好合作的《Leave the Night》，还是与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合作的赶鸭子神曲《Crowd Control》， 再到去年和 Vinnie Vici 发布的年度最受欢迎 PSV Trance Chakra， 一首首都成为各大音乐节耳熟能详的旋律。说这哥俩是最重磅的舞池炸弹啊，一点都不为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国外的 EDM 艺人呢，非常流行改头换面，开个小号发歌啊。例如小马哥和他的小号 GRX， Afrojack 和 NLW， 以及大菠萝 Don Diablo 和 Big Pineapple。大菠萝也是给足了我们中国粉丝的面子啊，估计国外的粉丝看到这个名字会一头雾水。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 ，WNW 也不例外啊。在去年 ，WNW 正式呢建立了自己的小号啊，叫 New Year。王炸早期呢其实是做 Trance 的，是阿明当时非常器重的双人组。他们之后呢也跟随阿明呢加入了旗下的厂牌 Armadon。王炸跟着阿明不断学习电子音乐的制作技术，最终呢也不负众望啊，脱颖而出，成为了当今 EDM 界的超级明星。 他们这两年啊，也陆续通过了自己的小号 New Year， 发行了 Ends of Time、 Dragon、 Voltage 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 Big Room Trance 佳作。也许这也代表着他们回归 Trance 的初心的态度吧。 上周的10月8号啊，WNW 在电子音乐圈呢掀起了一股大浪潮啊，他们将自己的厂牌 Main Stage Music 改名为 Rave Culture， 并且啊在网上呢发布了同名单曲。憋了这么久的 ID 啊，终于发了，简直感动哭啊！这次改名呢，也表明了王炸啊坚决贯彻 Rave 文化里 PLUR 的核心，也就是 Peace, Love, Unity, Respect。 和平、爱、团结、尊重，他们对 Main Stage Music 的重铸呢，源于他们对厂牌概念的重新定义。Rave Culture 这个名字呢，包含的内容有很多，说起来呢也很广泛啊，意味着对整个 Rave 文化的推广。想必呢，在未来啊，这个厂牌不仅仅是局限于商业舞曲，而是更多的对于曲风的保持开放的态度。 据王炸说呢，之后 Rave Culture 第一弹呢会强势发布 WNW、 New Year、 Morris West、 D Block 等其他艺人的新歌。10月19号呢，阿姆斯特丹电音节期间 ，Rave Culture 将为观众举办免费的发布会，届时粉丝们也可以敬请期待 WNW、 Morris West、 Stephen 以及其他特邀嘉宾的精彩表演。你准备好了吗？ 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王炸混不了的歌。
WNW 将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热爱都发挥到了极致。历经整整十年的摸索呢，他们成功的将 Electro House 的强度和令人振奋的 Trance 的迷幻啊完美结合，创造出了只属于他们的 Big Room Trance 风格。现在的王炸呢，也已经能够用自己的风格在音乐节里面啊撑起一片天。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王炸和他们的 Rave Culture 之后呢，到底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吧。以上就是本期 DJ 情报局的全部内容了。只要你对电子音乐感兴趣，那就赶紧关注我们歪果 EDM 电音趴，多多评论点赞，与我们一起互动。此外呢，本期节目所有的 BGM 都会收录在我们的官方歌单中，让 Johnny 带你一起进入 Next Level。 那下期再见咯，拜拜。Hello 电台前的各位 Raver 们，不知道这期节目合不合你的口味哈？如果觉得这期节目还可以的话，就赶紧为我们歪果电音趴点赞、评论、互动，不要停。此外，有任何想要了解 EDM 新闻、对我们节目的意见也好，甚至你想给谁点个歌，都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期待你的到来哦。那下半期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准备好和 Johnny 一起进入 Next Level 了吗？ Let's go！